没在怕的。啊，老师，你那个表情好痛苦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最后的赢家 X Form 唐九州，看我的任务卡。今天你将接受胆量测试。胆量测试。我觉得九州的胆儿大吧？九州，你胆儿是不是很大呀？我胆儿啊，就是趋近于没有。没有。基本没有。从任务卡中抽取胆量测试挑战，不敢参加挑战或挑战失败的玩家则接受惩罚。那我选最边上的吧。胆量测试 C， 打开鲨鱼咬手玩具，选择其中八颗牙齿按下，鲨鱼没有咬手即为成功。挑战失败则接受惩罚。给我吧。没在怕的。两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七八。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算失败了。对，我是第八颗牙齿按到的。六七八。好难过呀，兔子，好不快乐呀！再来一个。胆量测试 B， 打开你面前的白盘子，享受美味的油炸蚕蛹，完整的吃下它作为挑战成功。来，没问题。哪个东北人吃不了蚕蛹啊？蚕蛹也太小只了吧！跟你讲，这个蚕蛹是高蛋白的东西，然后女孩子吃会特别好，肥一点都很好吃的，肥一点里面会有蛋白。哇，山羊老师，你那个表情好痛苦啊，真好好吃。哎，你们真的都不吃蚕蛹的吗？